批示威群众手比电影《饥饿游戏》的三指手势，象征反对威权统治，把一辆象牙白的劳斯莱斯轿车包围，警方以层层人墙阻挡。车内的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和王后素提拉好尴尬，尽管素提拉试着对群众打招呼，但仍面露不安。泰国学生团体14号集结上千民众上街游行，施压要总理帕拉育下台，同时要求修宪以及王室改革。我们走去变成一粒干干裂浪啊，去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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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由于泰国政府回应抗议诉求的力道不如预期，加上国会拖延修宪进度，导致民众相当不满。示威者原先预定在总理府前扎营长期抗战，不过选育领袖15号凌晨突然宣布要把抗议移到市中心的闹区，警民深夜爆发对峙。泰国政府凌晨宣布曼谷进入紧急状态，同时也颁布一项紧急法令，禁止5人以上集会。警方还逮捕2名反政府抗议领袖。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ืองถึง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ัฐบาลกี่ครั้งแต่ถ้าระบบกษัตริย์ยังอยู่เบื้องหลังก็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ก้าวหน้าไปได้มากกว่านี้ค่ะ泰国的紧张局势升高，连带导致泰铢贬值。今年以来，泰铢贬值幅度已经达到3.9%，群众上街抗议，同时要求限缩泰王的权力，打破长期以来不得批评王室的禁忌。记者叶立伟综合报道。